Ты хочешь сварить? Да. 这姐夫安德烈请吃俄罗斯版的火鸡火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事情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不我和小达从国内回到俄罗斯已经有段时间了吗？但是由于时间不凑巧，我们和姐夫还一次面都没碰上。大家一直期待的中路对狙的名场面也一直没有出现。这不正巧赶上姐夫放假从贝加尔湖回来，据说要好好感谢我和小达，他俩就自己带食材过来做俄罗斯版的火锅。那达善安德烈想吃火锅了，然后我说那想吃火锅必须安排呀。 可以去市场买了一个铜锅，感觉还挺好的，让他们感受一下。看，小铜锅可以吧？三百呢？到了，他们两个。娜塔莎，还拿手机拍在跟那块儿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挺专业的，家伙。哈哈哈哈哈！我。 Вот и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камерами, к сожалению, не перемахнула. 场面一度出现了混乱，这到底是谁拍谁？啊，这个多，啊，这里都是干面的，知道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 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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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
前几天开工资了嘛，看出来是真下血本了，这一打开就把我和小达给镇住了。这个是牛肉，然后这个什么大虾，羊肉，这个是俄罗斯香肠，然后俄罗斯的萨拉，然后这个是丸，各种丸，金针菇，然后这个是火鸡肉，鸡肉，哇，这伙食老丰盛了，嘎嘎的。这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就开始起锅下肉，开始煮了。等着一开锅，这仨人可就不淡定了，那眼睛一个个的都直冒绿光啊，那是直勾勾的瞅着锅里的肉，这也不分什么羊肉、牛肉、火鸡肉了，通通都给他们搂进碗里去了。嗯，这Вообще хорошо. Попробовала, не ела. Вот это вкусно. А это как тёлдзе. Похоже на тёлдзе. Правда, очень. Реально. Жефу ба, 各种丸都尝一遍。Жефу 喜欢吃辣的。Остренькая. Я не плачу, просто слезы.
去用它过油出锅。我得带去别人家吃。嗯哼，那我们那里留给叔叔带带，给别人家。嗯哼，我今天的生日礼物来了。要说这几个人啊，都留着心眼呢，你别看都给那一个劲儿的吃，但都没拿出全部实力，这必须要给肚子留点空间，因为这比脸还大的大虾还没往里下呢。我看都吃差不多了，那也别等了，那就让姐夫赶紧把虾下里面吧。五湖五，哇，都下里了，我的天哪，四个大虾满锅了。这俩人不吃了，留着肚子吃大虾呢，今儿个。真饱了。啊哈，有面食的小夜些可以。一点点。一点点。那大虾都是夜些的。终于，最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。刚开锅，不知道熟没熟，他俩就往碗里夹，等不及了都。为了吃个大虾，豁出去了，这家降温，拿小风扇降温。姐姐还是疼妹妹的，这包好虾就给小大虾吃。嗯，看看，好吃。哦，给公司呢？公司没得。你也不嫌东北人少？什么女小伙？咱们女小也行。你，我们吃饱了。吃饱了。你吃饱了吗？一个大虾吃饱了。这好不容易包好虾，赶紧就来了一大口。小哥，瞧给安德烈美的。你叫你过年，你叫你过年。咱吃烧烤。行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和姐夫一家的小聚就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